说太多，想太多，故意让感情冷掉，不知道一句抱歉能换回你的拥抱。好与不好，你明知道痛苦多寂寥，简单的伪装着彼此幸福没来过。曾经错过的留恋的已不重要，不需什么理由去辩解。现在我需要勇气向你呼喊，把我忘掉，想站在开始结束间，一场持久的爱情注定会回到无悔间，让我这样一直恋着你不想希望的、绝望的、伤心的存在。共济记者队了是吧？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妹妹肖木。姐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突然都冲我过来了。这件事情都怪我，你不应该那么冲动的，你应该装不认识我就好了。你怎么能承认双胞胎的事情呢？好了，你不用那么紧张，没事的，坐吧。那一刻，我站在台上看到你被欺负，忍不了，我就说出来了。这是天意，是老天爷让我们姐妹俩不要再躲躲藏藏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堂堂正正地住在我家，以后所有的事情都由姐姐来处理，知道了吗？姐，我是不是给你闯祸了？你不会怪我吧？你是我的亲妹妹，我们是最亲的人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这是我不在的时候你用的那个男助理吧？你真够可以的，你也不怕传绯闻啊？姐，
要不你还是接一下吧，万一他真的找我有什么急事呢？你以后离这个人远一点，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说你傻乎乎的吗？这个行业有多险恶，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一个人在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。他为什么会用你以前私人的号码？他都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？你说话！姐，姐，姐。我知道人心险恶，我很乖的，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的，是陈默他自己发现的不对劲，我真的瞒不住了。我本来想要告诉你的，但是我怕你知道了以后你会胡思乱想，所以你喜欢他？我本来打算找个时间再跟你好好梳理一下，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跟他。不能再拖下去了。你是我最亲的妹妹，不管你看到以后怎么想，我都是为你好。打开。你怎么了？我听说了，突然来这么一出，是意外，还是你姐姐的安排？我不认识你。你为什么装不认识我？是谁逼你这么做的？是你姐姐吗？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你。那你为什么要在这等我？你姐姐这么做我能理解，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有什么好装的？我都把我的心抛给你看了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是我不相信你，陈记者。这么说都是真的了，你是狗仔，你是为了拍我的黑料，为了调查我才一直跟着我的。对不起。你都不解释一下的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开始的确因为窘迫不得不做了狗仔，也的确因为调查你才来到你身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害过你，我什么都没有对你做过，我之前曾经拍过你一段视频，但是都已经丢了，没有人看到过。而且当我真的认识你，
相信我。你知道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欺骗是什么感受吗？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也能理解你的感受。我一直想给你这个，我想向你坦白。你别碰我！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你对我有一点点真感情的话，你就放过我跟我姐姐吧。我已经给她闯了够多的祸了。什么叫放过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还要怎么样呢？你是伤害我姐姐的人，你让我怎么对你好？你走吧。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一场持久的爱情注定会回到无回天，让我这样一直恋着你，不想幸福的、失落的，我希望的、绝望的、伤心的，存在。你干什么？姐，好好吃哦！我终于可以吃东西，也不用再扮演你了。你都不知道，这几个月为了扮你，我每天都是饿肚子，没吃过一顿饱饭。我特别想吃这些垃圾食品。我今天喝了可乐，吃了炸鸡、泡菜味的薯片、凉皮，还有好多溜溜梅，特别好吃。我不应该相信他的。好了，你从小就特别好骗。那时候我们园里的小胖子贪嘴，骗你说烤肠买回来都不洗的。你呀，吓得不轻，每次都把烤肠送给小胖子，然后你就把他打了一顿，打了他以后再也不敢吃烤肠。哟，他做你经纪人还挺伤心的，这种人段位高着呢，你会陷进去也很正常，不用太自责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就是，没事的。想抢风头想疯了吧？哪儿找他们呀？腾点顾得替身吧。好好的电影发布会就他戏多，宋慈和导演尴尬死。姐妹情深个屁！电影杀青还要送妹妹出道，姐妹一起圆润滚粗演艺圈，谢谢。没关系的，这种事儿没有半个月就都过去了。我出道好几年了，比这个再难的事儿都不放在心上，不用怕。姐。谢谢，谢谢你。是我要谢谢你，为我做了这么多。姐，我要走了。我不让你走。你不用拦我。这段时间，我在城里该吃的也都吃了，该看的也都看了，而且我爸身体也快好了，准备出院。我打算把他接回老家去休养，这样他心里舒坦，
你真的要走？决定了？啊，我想好了。你等等。姐，这个我不能要。你拿着，这里面是初雪之下的片酬，本来也是给你的，但长明没什么用，片酬没多少钱，我又给你添了点儿。你好好拿着，密码是我们的生日，我会想你的。我也是。你吓死我了！你躺那干嘛呢？快起来！我顺路买几个菜，一起吃点啊。我听说今天你那边杀青宴出事了，哎，你说谁能想到杨梦归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啊？那不是一个人可不有猫腻吗？你跟他这么久，就一点没发现？沉默，沉默，说话呀！这什么呀？你这怎么弄的呀？他发现我身份了，这个 U 盘装了我当狗仔以来拍的所有东西。我本来想把这个给他，告诉他一切的东西，但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谁呀？杨梦归啊？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不会是死了吧？他都这样一动不动两天了。我试试。哎呀，滚！活着。喂，那小陈啊，你跟木木到底怎么了？叔，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啊？我在候车室呢。哎，我今天不是出院吗？木木一大早就把我接到候车室来了，说要回老家，我也没敢问他呀。失散多年的妹妹，这电视剧也太老套了吧？谁敢这么写啊？就是。喂，小陈啊，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？叔，你说什么？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几点的车呀？爸，你给谁打电话呢？没谁，老李头。喂，喂，我先让你递给我。慢点。哎，妹妹，我是警察。小莫，你别走，你等等我。你不想见我，我保证再也不出现。但是你自己理想也不要了吗？你难道不想做演员了吗？
这下呢？我说不是就不是。小木，小木，小木。你说你大早上发什么邪疯啊？我眨眼的功夫，你就像头野猪一样冲出去，还硬闯人汽车站。要不是我来接你，这会儿早被人送到公安局去了。你跟我说说，你大早上来干嘛来了？有点私事。不说是吧？你一个富二代，先做记者，后当狗仔，最后硬闯人检票口，被乘警扣下。你这分明是一步一步走上犯罪道路啊！借你成我犯罪路上的绊脚石。还有林星给我斗嘴是吗？你赶紧通完跟我说实话。对不起，我也添麻烦了。陈光，现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你的债还清了，洋洋病情也好转了，你赶紧忘掉这些，给自己找条出路不行吗？背这么远，这包给我。不用了吧？能行吗？可以。我说我拿一个，你非不让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一只手能拎七个，我这远看跟章鱼似的，我都不带喘的。哎呀，哎，这灯怎么坏了？啊？这灯泡坏了，我出去买一个去吧。哎，不用了吧，待会儿我去买吧。不用，前面的店换主了，你脸生，你去非得讹你个一块五毛的，我去。今天叫你来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跟你谈谈这个后续的工作。咱们已经合作了有五年了哈，啊，始于微时，我不敢说你有今天我有多大的功劳，不敢说就对了。我个人觉得吧，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是非常愉快的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愉快的走下去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刚刚拟好的续约合同，您看看。明哥。哎，别别别，你还是叫我大明吧。你什么时候叫我明哥呀？这一声明哥，我这瘆得慌。瘆得慌就好。明哥，你自己怎么评价这几年你的工作表现啊？我就……你猜，我会不会跟你续约？会吧。那你再猜猜。啊，梦梦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是我从人堆里把你给挖出来的。是个人就能把我从人堆里挖出来，没什么可骄傲的。是，你是脾气好，可这些年你也没为我做过什么，你只知道捧那些有钱人的臭脚。我
不是个薄情寡义的人。你当年带我出道，我谢谢你。可这些年，我也没少帮你接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代言、商演和直播，你没少从我身上赚钱，我对你也是仁至义尽了。可惜，我姚梦归不想在一棵老树上吊死。林子大了，我啊，要多换几棵树试试。哎，梦梦，梦梦，菜来喽！哎呦，这是爸爸的最拿手菜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梦梦爸，哎呦，来，给你夹一个。嗯，这个吧。哎，你吃吧。好吃。别光我吃，你也吃吧。好好。嗯，对了，医生叮嘱过我了，说你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休息，别总下床活动。我还躺了？我可不躺了，再躺我这小心脏我就掉屁股底下了。他说我这是心脏有问题，又不是瘫痪。哎，木木。嗯。今天就咱俩。爸爸问你个事儿吧。嗯。你是不是让陈默给蹬了？还真是，他敢蹬我女儿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别拉了，别瞎说行不行？是我把他给蹬了。你把他给蹬了？为什么？啊？不喜欢了呗。不喜欢了，嗯，不，你这不是放屁呢吗？你一天你看着那沉默啊，就像个老母鸡似的啊，看着鸡蛋扑棱扑棱就过去了。这时候你说不行，妈，别瞎说行不行？那我这不回来我高兴吗？你怎么你还看不惯我高兴了？不是，哎，那你现在病好了，我姐生活又回到正轨了，我也能重新做回我自己了，我干啥不高兴啊？高兴我就多吃两口饭我。哎，木木，嗯，你给我留点呗，我没门那么多饭。啊，行，我不要了，你那都喷里了。真是的，碗都破成这样怎么用啊？万一把嘴给划怎么办？喂，姐，怎么样？到家了吗？我今天太忙了，都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。到家了，刚刚吃完饭。你呢？吃饭了吗？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走了以后，我吃不好睡不好的。总觉得你还在这里陪着我。我们总有机会再见的嘛。哎，你楼下那些狗仔都散了吗？嗯，我找物业去撵了两三次，基本都散了。不过现在网上还是骂声一片。之前跟我关系不好的自媒体现在都出来带节奏，长明又出不起公关费，每次都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让你白担心。你这段时间呢，少看手机好了。嗯，那你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都已经22岁了。你还真把自己当22啊，姐？我从一出道就改了年龄，现在都已经说习惯了。哎，你这段时间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说漏嘴吧？没有没有，谁会去问女明星的年纪啊？那就好。你记住了，以后别人问你多大，你都说22岁，不然我这边可就穿帮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啊，对了。那个，陈默有没有找过你啊？
没有。啊，没事，我就随口一问。嗯，你照顾好自己。爸，账怎么又对不上啊？又给他们赊账了吧？哎呀，能不赊账吗？人吃完了，人也不结账，我也不能追屁股后边要啊。我就知道。老姜，回见啊！哎，包叔，您吃好了吧？哎，吃好了您就扫二维码呀，就那儿呢。这点没你真不行。哟，这丫头又漂亮了，白了，这皮肤还细腻了。以前呐没仔细看，现在是越看越漂亮。这见过世面的人呐，气质就是不一样。你还记得吗？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呢，都忘了吧？现在多大了？二十二了。哎呦，这么大了，居然你爸爸还不着急呢。我二哥那儿子啊，这几天正好在这边，那小伙子嗓子可精神了，比你大点儿，人很踏实。哎呀，我说你能不能就不是逮谁都说你二哥的儿子，你这邻居吃碗面不要钱行了吗？怎么你吃碗面我还把闺女打进去了？干嘛呀？谁欠这碗面钱呢？再说了，我也不至于吃碗面还卖我大侄子跟你闺女认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大侄子那可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带编制的人。我们就是不去，说不去就不去。这当爸的啥意思啊？这女儿这么大了还没结婚，你不嫌我丢人呐？我有什么丢人呢？啊，你这么大岁数，你吃碗面你都没给钱，你人都不怕笑，我怕什么笑啊？哎，老肖，硬气哈！我都听说了，他亲姐姐是明星，还想瞒着我？你还真以为我是村炮？就娱乐圈的这点事，上热搜一看，什么都知道了。不过呀，我们家老头说了，只有小燕子和王宝强长得才有特点。现在这明星啊也太多了，这男的女的长得都是一个模样，乌泱乌泱的太多了，记不住。哎，你的姐姐叫孟什么来着？我怎么没见过她演戏呀？看江婶说的，江婶这是夸我有明星脸呢。我在外面就是一个跑腿送外卖的。这说啥呢，还防着我呢。现在这年头，谁还不认识几个有名气的亲戚朋友啊？你认识。哎，人不可貌相啊，我你江婶也有快手，那我要是直播割猪场，那打赏的人可多了，我有800个粉丝。800多个粉丝。不是，不信呢？就你还800多粉丝？信不信我给你拿，我看看。来来，还你还有800多亿呀？不信你看看。哎，行，拿我看看。你看看，你看796。啊，那叫800多呀？不是，那整整差4条人命呀。你个什么？说什么呀？来，你再说，你再说来。哎呀，拍我来拍，你再好话不说二遍。好了。爸，到点了，该去吃降压药了。这有我呢，你进去吧。婶儿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你要是觉得这事稳妥的话，我就去见一见。好嘞，咱们说定了。行，定了。好，回头见。回见，婶。好。你大哥看干什么玩意儿？哎呀。那我不是怕他烦你吗？你心脏又不好。再说了，他现在知道我姐姐是明星了，到处乱说的话对我姐多不好呀。可也是啊，你没沾上你姐什么光，净替她担惊受怕了。好了吧，
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不就是去跟他见个人吗？我就当是回来多认识个朋友了。不是，不，这不是你，这见不见？不，那陈梦怎么办呢？我跟他什么都没有，你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。哎，不是，哎。我姑说你还挺能干，还真是，我妈肯定特喜欢你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刚从城里回来，我都没进过城。我就去城里打工，也没去多久，没怎么在城里玩。这个好，回来就对了。像你们这种女孩啊，就得趁早回来安定下来，脑袋外边飘着都学坏了。听我姑说，你有个姐是当明星的，哎，叫什么名啊？哎，是那种真明星啊，还是网红啊？哎，我看你也挺漂亮的，你不是网红吧？哎，千万别当。听说您今年拍摄这部微电影花费了您大部分的投资，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如果遇到有才华的导演的话，当然可以支持的了。这个女明星以前很红的，后来嫁给了一个富商，如果有一部结果那个富商破产了，她只好复出，好多人都笑话她呢。但是如果没有，你这句话的槽点多到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吐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看这些明星以及追捧明星的人脑子里都会冒出很多问题。明星是热爱演艺事业才成为明星的吗？他十几年前嫁给这位富商是被迫放弃事业，还是以事业当作嫁入豪门的敲门砖？如果十几年后这位富商没有破产，观众还会笑话他吗？观众评价一个女人是否幸福、是否笑到最后的标准是她东山再起，还是她的老公不要日薄西山。你呢？你也是女人，也是女明星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嗯，你吃吗？毛豆解馋的，吃多了也不会胖。什么东西论斤吃都会胖。我以前都是靠直觉活的，每天活都干不完，更顾不上脑子了。但是我遇到你之后，就开始想很多以前不会想的问题，比方说，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到底想要什么，甚至还包括我自己究竟是谁？我找女人，其实要求也不高，就两点：第一，她得孝顺；这第二嘛，要是结了婚，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生个孩子，是吧？我虽然挣的不多，但是养活你嘛还是没问题。虽然剧组是个很小的地方，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酒店那个小房间里，但是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世界，是我身边的人，是他在鼓励我活得广阔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听着没？怎么没个音啊？你妈找你说你爸摔了，让你快回去看看啊。小心别晒黑了，回头晒黑了拍夜戏，我还得拿手电筒来找你。爸，创可贴在哪儿？创可贴？啊，
你让你打了？谁能打我呀？爸，你没事少看点武侠小说。我是刚刚干活，手不小心磨起水泡了。那不小心的，重不重？来，我看看。不严重，小事儿。行了，我去给你买创可贴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马上好了。能包上啊？嗯。好了。你小心点啊！干活去了。嗯，好。哎，别跑。嗯。请问姚老师，你跟宋慈合作感觉如何？啊，跟宋慈老师的合作还是非常愉快的，因为这一次呢，是我跟他的第一次正式在戏上的一个合作。晴天，我看了你给我写的信，你说如果我出国以后，那我们的关系也结束了。我不明白。我是当爸没本事，坑了你。谁帮我搬呢？在吗？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？我没看到手机。是吗？我刚刚还看见一个懒男子拿手机扫你呢。你偷窥我？我拿手机正常扫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扫码收款啊，还是加好友呢？你以为我傻呀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怎么没关系？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哦，吊着我是吧？别给脸不要脸行吗？谁吊着你了？像你这种女人，不知道在外边做过什么乱七八糟、见不得人的工作。回来就知道装纯欺负我们这种老实人，我告诉你没门儿！要么你就跟我好好谈，要么你给我一交代。跟我走。你发疯了你！爸，你快出来！爸，喊人！你别有怕你，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你干什么？我走。放手！你谁啊？我都录下来了，打你也是见义勇为，没关系，咱们去派出所慢慢扯。你不是有编制有身份的老实人吗？叫上点亲戚朋友。还是你姑开直播，带上他800块说本季几个秘密，还不滚！你怎么知道他姑快手有800个粉丝？因为我也是他的粉丝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了。谁帮我搬呢？我姑说挺能干的，还真是。哎，我妈肯定特喜欢你。你妈找你说你爸摔了。我不想打扰你，我只想偷偷的看你一眼。嗯，好，谢谢你的帮忙，你可以走了。小母，我很担心你。我回我自己家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陈默，如果你真的像你自己说的那样不想打扰我的话，那你就赶紧回去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你现在这种行为跟刚才那个变态有什么区别？你跟着我干嘛？我已经不做明星了，我没有什么料可以给你爸了。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道歉，我不该骗你，我不该不告诉你真相。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伤害你的事情。你现在这样就是在伤害我。我明白了，但就算你生我的气，你也不能置你自己的梦想
回去吧，回去做女演员，你天生就应该做演员。我不做演员，不是因为你。那是因为你姐姐。陈默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现在这已经不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情了，我差点就……如果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外卖员，我戴上口罩重新送餐就可以了。可我姐姐呢？她会被所有人唾骂。陈默，我原谅不了我自己，我也原谅不了你。你有什么原谅不了自己？你都为他做了多少？他还为你做了什么？如果没有他，我还只是一个北漂的外送员。有了他呢，就回这种小乡村跟这种男人相亲，你还不如北漂做外卖员。这种男的也比你强，是因为他们有一说一，不会骗我。可你也骗了我呀。可我没有伤害你。你还有什么是真的？就连喜欢我也只是为了更好的骗我。你为了钱真的什么都愿意做，假装喜欢我累，亲我一下能挣多少钱？10万？100万？那个男的我觉得至少比你强，我情愿跟他结婚，生100个孩子，天天洗臭袜子，我也不愿意见到你。至少人家有一份正经的工作，不靠坑蒙拐骗出卖良心挣黑心钱，起码他们不欺骗别人的感情。喜欢你这件事是真的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我不喜欢你，我看到你就离去，你离我远点。我希望的绝望的伤心的存在，爱上你。